该是目前为止第一对男女组合。对，而且这个男女组合是非常有看头的，两个人的舞蹈风格我想一定会出乎大家的意料。大家好，我是施玉婷，我念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毕业，现在是一名舞者。导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许承志，大家都叫我小 P。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段很特别的爵士双人舞。音乐起。Hush now, baby, don't you stress. I'm gonna feel your mommy complex. Hush now, baby, don't you stress. I'm gonna feel your mommy complex.先不说舞蹈，你们是情侣吗？我们可以是荧幕情侣，也可以是姐妹，可以是好朋友、好搭档，谈心聊天什么都可以。在一起合作多长时间了？其实我们认识已经6年了，但是真正在一起跳舞是9个月。对，其实我们认识的6、7年期间没有讲超过10句话，但是有一次遇到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的，结果一聊就聊了6个小时到天亮，就觉得一拍即合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到目前为止我看到最完整的一个组合，他俩必须得在一起跳舞才有效果，把你拿掉把他拿掉都不合适。而且这组合也告诉一个天理，就是男的女人能做朋友吗？能做朋友。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很独特，我在舞蹈里面看到了干净，这个东西来不得假，所以你知道灵魂很重要。上我这组来吧。你给票了？哎，我票在哪儿呢？你票在底下呢。哎，别急，海星老师你冷静一点。海星老师常常是完全不顾程序的先自己开始拉票了。按照程序，郭富城先生，您是否愿意邀请他们加入您在香港的舞蹈训练营？舞台需要你们这样的舞者。谢谢。我也需要你们这样的舞者。金星老师，您要给自己拉票吗？你们已经在上海了，所以说再多留一会儿就可以了。亮票。海清老师，您是否愿意邀请他们加入北京的舞蹈训练营？亮票。恭喜你们全票通过。小P师妹，现在进入你们的权利，你们要选择加入哪位导师的舞蹈训练营？北京天气不太好。我觉得你们可以在上海集训更好一点点。心里有一把小刀错的，你等着下去等着。如果你们俩到我的组里，我会对你们组合的意义进行更深的挖掘。又下药了。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啊，到我的组合，哇，到我演唱会的不得了。今天终于有杀手锏了。我们要选择的是陈老师，恭喜郭富城，聪明，恭喜你们加入。因为其实这一对确实从舞种的一个感觉上来讲，他们会更加希望加入郭富城导师的团队。欢迎你加入。
对他们这对组合来讲，今天是踏上了他们走向美好未来的第一步。你看男生的那个走路的姿